啊，然后来祈祷。希望听阿弟的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你的恩典赐了你完整兄弟姊妹的心中，我一生的中间，通过信心的灌顾、保守、带领，我愿领受主的福分，伫我的生命里边。来主你所分别按着圣意的定义，完整兄弟姊妹来到主的殿宇，我伫遮唱诗和乐，感谢主你的恩典。相信我伫即台遮也要领受主你恩典的话，愿你的话充满伫我的中间，愿主的话高我，愿每一个人，不管伫我的一生，行伫主你路的顶面，有欢喜，有喜乐，有平安。主圣神，愿你来阮国保守，愿兄弟姊妹来到你的殿宇，愿康康来，会当保守得去。通过圣经的话，正做阮的鼓励，正做阮的帮助。主万你的圣神来带领，今日我将这聚会当作磐石坐，献伫主你的面前，愿主你来欢喜，愿安尼祈祷，靠主的名。阿门。啊，两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日咱有要召回信徒回完歌曲。伫这个时间的顶面，牧师用圣经的话，甲咱做伙来勉励。这个话要真侪人，每一个人一生中间大的帮助。伊有所书四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，这个经文是真特别一个经文。这个经文头前的主题讲，唔好靠圣灵来担忧。圣神在咱一生的中间，真侪人对圣神可能无法度担，伊真清楚来讲出，而且真清楚来了解。所以在我们的教会的中间，对三一的上帝教导中间，我们知道有上帝，有我们的主耶稣。但是在这个环境的中间，我们对圣经看到圣神要大大做工在这个顶面。那在圣经中间，我们对圣经中间看圣神要带来大的回来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经文，圣神跟我们基督徒当行一生的路的时阵，互你所行所做，会当有主的祝福满满伫咱的顶面。兄弟姊妹，咱毋知有注意到，英国教会已经进入第五十六档的年纪。伫这个年纪的顶面，咱看到英国教会过去真侪人，即信仰的前辈，因努力拍拼。有一个大的一个建筑物，这个培养人性、培养信仰的一个建筑物。我常常甲兄弟姊妹，也是中会遮同工同工，我教会兄弟姊妹真幸福，因为前人的努力，前人种树，后人啊乘凉。好，咱看到咱英国教会对中山路行过的时阵，哇，真大一个建筑物，因为我教会前人的努力、拍拼。教会存在意义就是安那，不断来宣告、宣扬主的福音，让世间人知主是拯救的主，主是永活的主，伊要活在咱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。所以，咱看到今天的圣，今天的礼拜天主中间，牧师用247的信息，甲咱做伙来分享，咱要常常讲这听的故事、拯救的故事。予侪侪人来信靠主，因为我教会伫这台车已经行入五十五档，半个世纪，相当久的时间，五十六档的时间里面，经营的努力，因种这个很好的一个树，培养许多人灵性生命的一个树，伫遮喏，真侪人要伫这台车伫信仰顶面得到造就。所以，咱看到英国教会过去伫这个所在不断经过这人努力经营甲拍拼，我这个信仰会当持续延续。伫英国教会顶面，真侪人有真好的见证，而且真好的得着，这拢是安那信心的带领。所以，咱看到这个经文中间，特别伫这个年头的时，牧师用这个话甲咱勉励。咱爱常常安那讲好话，
唔通讲啊南山的话。这个经文一个主题经节是二十九节，就是讲啊啦，来讲好话，讲好话。恁的嘴唔通讲南山的话，独独来讲好话，召集时的欠会来造就伊，互七听的人来得到啊啦稳定。互听的人得到稳定，所以教会的兄弟姊妹，咱也常常讲见证的话，讲上帝的话。上帝就安那要通过咱讲的话，才有及时的帮助，帮助咱每一个人，互咱得到稳定甲足。所以咱看这个经文，牧师写咱要用这个经文，因为伫咱的环境中间，真济的恶毒，真济影响在影响咱。甲咱常常有接触的，就是暗时啊，咱若工作了后，就是爱看电视。我毋知兄弟姊妹，你有注意咧看最近的媒体无？拢是你咧攻击我，我咧攻击你。咱的社会的平安、稳定的力量到底伫哪？我所以一直咧想，兄弟姊妹，咱爱安那通过祈祷，我咱的社会，我咱的环境会当较好。最主要，咱爱对咱温馨来做起，温馨来做起，和圣神亲自来带领。到底基督教三一上帝的教导的中间，上难你去了解的，就是圣神的教义。圣神事实上，在新约圣经内面，初代教会啊，你只会因安那，因已经有领受着，就是使徒行传在宣教的过程中间。当时的人，因有深深体验圣神的同在甲馈赠。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的所在，甲第二章五旬节的经验内面，圣神对基督教会甲每一个信徒，伊的启示有两项真重要的启示。一个启示就是在讲五旬节的经验顶面，圣神是为关联的上帝。什么是关联的上帝？就是圣神通过上帝关联在咱，结连在咱甲上帝的顶面，予咱每一个人通过圣神在福音文化的顶面关系在上帝。圣神在这个经文的中间，咱看到古约人因为罪的关系，甲上帝的关系啊，隔断。但是新约的圣经中间，圣神要做一个关联，做一个结连，予咱甲耶和华上帝搁一遍的结连。所以借着伊的人才甲圣神的充满，予咱伫一生中间啊，活伫上帝的祝福的顶面。所以圣神是关联的上帝，关联到人的文化，伫人的生活现况中间。这是圣神第一个结，不要第一个。当时代人因的经验的顶面，佮第二个经验就是五旬节的经验。五旬节的经验中间，圣神就是啊啦，赏赐能力的上帝，赏赐能力的上帝。咱看到因做伙伫祈祷的时阵，后来啊啦，圣灵充满伫因的内面，因每一个人会当啊啦，讲方言，伫去台下领受上帝圣神的充满了后，因后来。大大兴起，大大做工。伫迄个时阵，福音就开始大大广传伫世界的。所以咱伫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的第八十的中间，看到圣神若降临伫恁的身上，恁就会得到能力，而且伫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，搁到撒玛利亚，伫到地极，最我的见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牧师今仔日所分享。的经文有讲到的，就是咱爱常常靠着圣神伫咱的内面，求圣神充满伫咱的中间，予咱行做做事，拢会当下伫上帝的旨意。伫这个经文，牧师特别讲到的，就是咱爱讲好话。最近牧师在读一挂啊，在读一挂有名的人，因所写的著作的经文，我拢有。发现一个共同的重点，就是伊咧写的时阵，伊拢讲，你要成功真重要安那，
你爱曲折甲人的关系，除了你的本职学问之外，你爱曲折甲人的关系。甲人的关系中间就是安那，就是你爱伫讲话的顶面，你爱去学习，要怎通过讲话，真侪人的帮助，要怎通过讲话会当甲人真做真好的分享。这是牧师最近所读的这个啊，这个有名的十字因所写的一个共通的一个点。所以讲好话，讲对话会造就人。反倒等，咱若讲唔对话的时阵，会让人心来凄惨，人心来艰苦。所以伫圣经中间，话是带有力量、带有力量的。我是常常讲圣经中间的话，咱来常常讲好的话，来真侪人的帮助。那伫今仔日，咱来微信都会人开会，顶面无使用这个经文。甲咱做伙来分享，做伙来勉励。牧师伫咱地方教会担任小会会长，对当时开始遐个姊妹，恁知无？恁知无？我伫遮做小会会长偌久啊？恁知无？啊？两年外对无？牧师伫即台遮对2012年的10月，到今都啊2年4个月，今仔日。最后一遍，伫小会议长的担任下面，牧师伫遮通讲毕业讲道，毕业讲道，牧师真期待，因为我到会，伫过去的年纪，我到中华教会的时阵，因为我到会受上帝大大的祝福，咱几个经验的努力，上进信心的带领，甲保守，毋忘新的牧师来。我伫这个期间，我常常一直为着咱永和教会祈祷，求上帝让查见真正的路步，好的路步，甲咱做伙来努力打拼。我永和教会伫这个所在，前人的努力，我们后人安那爱传承，爱传承。我这个教会，我常常在甲兄弟姊妹在讲，我这五领5000的永和教会先会议长。我感觉足认真，因为永和教会兄弟姊妹，我若每一遍来讲到了后，我感觉咱的气氛，咱兄弟姊妹大家分享真好，因为安那有上帝听伫咱的内面，唔忘咱接续前人的努力，咱安那继续来打拼，把福音的路，伫咱永和教会兄弟姊妹，大家个新的牧师要来，大家共同的努力。和这个教会不断地这个社区来做根做芽，和最最人来滴着滴，咱做会阿头来滴着。希望听咱天父上帝满满心的感谢你，感谢你通过主你的话语，真侪阮每一个人的帮助，我阮常常讲好话，会当来造就人，和听的人会当滴着稳定，也因为安尼，我们要真侪助力。愿主你，予我每一个人用仁慈三观态、尊敬、怜悯的心，大家三下面，亲像主你下面，愿每一个人一模样。愿相信主你的心也惦伫我的中间，你要帮助我的教会，伫这个年纪的顶面继续来伫遮有宣告，来见证主你的名。主恳求主你，使阮舒服伫我的所有当中。所有兄弟姊妹的心情，我来祈祷，特助的名。兄弟姊妹，接下来。